我们今天已经下定决定，我不看价格了。我点啊。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发现贵妇是不吃饭的。把这个眼神是。我吓到了哎！你刚刚为什么没有阻止我？怎么会现在才忽然要阻止你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神秘的地方。哎，老婆，为什么要来101买菜啊？因为我想要体验当当看贵妇。贵妇。所以是说101的超市也会比较贵的意思咯？我没有说，因为我们不是住在新一区那边吗？可是我一直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当贵妇的感觉，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才会有贵妇的感觉。所以你是要来体验当贵妇的？可是我又对买名牌衣服包包没什么兴趣，所以名牌超市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在101的地下。其实我已经来过了，但是上一次来的时候，我只敢买那种买一送一的东西。贵妇是不会看价格，只看品质的。原来如此，好，我们走吧。哦、首先来到的是蔬菜区。哦，比较粗哦，就比以前的粗哦。我原本以为是苹果汁，结果是苹果绿茶，看起来好棒哦，买。啊，这个不是有名的那个 tree top？ 我不知道，好像有名。对啊，就是苹果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270耶，怎么看价格啊？哎、欸，嗯，一盒两百七，我之前好像有买过，哦、是不是不用洗？不用洗，而且一盒就有四种菜。哎、欸，那你们是不是有那个几点的、啊？几点在上面？上面那个点数。哦，这个、哦。对，那我的那一个不见了。好，那再给你。你要吐槽人家很贵，人家都跑来了。可是这个真的是太惊讶了。我刚刚神救援哎、欸。这个重量很轻哎。不过，你直接把它贴在你家里的冰箱哦，冰箱对，就可以不洗，买20点送你，不用洗的蔬菜，直接用手拿就可以吃了。刚才说因为是在纯温室栽培无尘的那一种，所以也不会有虫卵虫。OK， 我已经体会到贵妇的感觉。我可以买这个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去壳的绿竹笋。嗯，那一个多少钱？这应该100、啊、什么？可是这个就不用剥嘞。你不觉得越有贵妇感吗？这贵妇是不用剥皮，比如说不用料理，不用洗手之类的，而且这种蒜头也帮你剥好好的，然后一包要100块。反正我今天已经下定决定，我不看价格。点啊！这种哎，老婆，我觉得这个优格好像不错哎，可以买啊。这个全年都有，不用担心。我们是来当贵妇的，你买这种。原来如此，想要买那种便宜货糊弄我。贵妇是不是要买一下那个一兰拉面，一盒799？不行啊，我觉得这种即食包添加物有点多。不行不行，要去店里面吃，这才是贵妇。这种就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，就是健康的问题。那你看，我想要买高级的尾鱼罐头，橄榄油是200块，不是200，300亿。哈，300亿。Oh my god！ 这是用橄榄油的尾罐，这超夸张的。它后面你看成分只有尾鱼、橄榄油跟盐哎。哦。它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哎。一般都是至少3行的添加物。就是会有一些你不懂的化学史，那不更要买啦、啊？这么高级，没有添加物的。300。好吧，也只好买了。我觉得今天的价格大概会是全年购物的3倍吧。你又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野生乌鱼子这样，哎、欸，这个很特别，哎、欸，这很特别。等一下，一块680，哎，可是其实乌鱼子大概这个就是一片的话，大概也是700-900块。我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，长得像 SO 酱，就是有油嘛，然后乌鱼子这样。乌、欸、鱼子酱耶，我们拿它来沾水饺，整个就提升 level up。来，你先去柜子。好 ，Go， 直接丢进去。其实我们去全年买一整趟，大概就等于这一罐鱼子酱了。这个就等于全年的一整趟。牛排区。其实啊，我们上次有来过，然后我们特地就是要买这个，买一送一，可是现在全部都空的。啊，怎么办？好难过啊！没有买一送一，我们还要买。
来吗？对啊。我刚才讲那句话是什么话？你今天是贵妇。对啊，什么叫做现在没有买运动衣，我还要买吗？当然买啊。那你要买哪一个？买最便宜。啊，我又在讲什么呢？我要再看纽约客。哎、欸，他不错哎，还给我们一个冰袋。对啊，不愧是贵妇超市哎，他怕我回去会这样子冰块在里面。对啊。就有一次第一次这样买的时候有副冰块，越来越有贵妇的感觉。哦。选一个吧。我要这个，西班牙这个，对。你又发现了什么好东西？鳕鱼软，鲑鱼松。这我之前在日本就会买。我之前看我室友啊，就是做那种鲑鱼炒饭，我就说哇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他说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把这个加进去而已。所以这是里面有鲑鱼软，还有鲑鱼碎屑这样。鳕鱼啊。对啊。哦，好特别哦。因为贵妇的花招还蛮多的。这个不知道多少钱。299买一送一，哎，其实蛮便宜的。哎，可以，哎，我就可以买。真的吗？吃了吃了。炒饭哦。对啊。好。在全联只买到那个是哪一个？芝士乐。芝士乐，我这边可以。那个芝士看起来超好吃哦，这样子弄看起来超好吃哎。哦，对啊，都看起来差不多啦。这个也没有比较贵啊，芝士乐一包125。不是，这个它这么少哎。真的。耶。同样125差这么多，好啊，试试看啊。看到好多，平常很少看到，我现在心花朵朵开。全部放进购物车。放进去。发现贵妇是不吃饭，不然他们吃什么？最近我身边的贵妇，他们吃的是花椰米。哦，我知道，它就是有纤维，但是又没有那个淀粉，就是没有饭的淀粉，然后所以但是又可以健康，就是低卡。嗯，糖类比较少了。对，看起来好漂亮，这比你做的花椰菜饭看起来好吃多了。我做的也是花椰菜饭，好不好？它只是加了一些东西，它加了鲑鱼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啊，那就来搭配着吃吧。这里竟然有益丰葱油派，这个我最近超想吃葱油饼，而且我就最喜欢吃益丰，竟然在这里面有，真的太感动了。然后我刚刚赶快看了我的虾皮，赶快把我的益丰葱油派订单取消，不知道能不能取消。已经退订就对了，可以了。我觉得这里好像我的糖果屋，我看到什么都很开心。这个真的很假掰，看到没有？顶级。我因为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当好像燕窝的代言人。对啊，这真的是吃盒的顶级燕窝哎、欸！我的妈，一盒这样两万多块啊！至少也要4500。哦。而且只有100只哦。嗯。因为我最近都有在帮大家一起团购我要吃的燕窝，每月5号有团购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看影片资讯栏。我觉得我以前没有想要讲到吃燕窝，是因为那种一罐一罐的燕窝实在是太贵了。然后那品牌是种的，我又不会煮。对啊，怕糟蹋了它。对啊，然后现在我都是定期会订那种已经有帮我们煮好的，然后每个月宅配送到家。对。然后之前我分享过，也有不少爱讲说，哎，有兴趣，那我就帮大家一起订这样。嗯。这样我也有团购优惠。你又被什么奇怪的东西吸引了？这个很少见哎。50%原汁的西洋梨汁，哎，西洋梨啊，贵妇不削水果，就直接喝果汁。而且这个也好好喝哦，然后这边还有葡萄汁，哎，而且原汁100%的葡萄汁，我们在一般也会买到100%的葡萄汁，但是它是100%的浓缩还原葡萄汁。对，那个真的果汁可能只要10%。哎，哇，我对酒没兴趣，但是我对这个原汁100%有兴趣，可以买吗？可以。干嘛问你啊，真是。贵妇就直接刷卡了。我想要这个西洋梨，不错啦。西洋梨耶，比较少吃到的东西。很少吃到西洋梨。对啊。好开心啊！老婆在看什么？这个啊，我们家需要一个这个。这个这不是砧板吗？我们家有两个砧板了，你还买一个？这不是砧板，这是来放面包的。你有看过人家就是都是这样子在上面放一个杂粮面包，然后这样子把它拿起来吃，就会看起来特别好吃。我懂了，你把我们家当餐酒馆就对了。看起来会很好吃啊，还可以摆什么腌肉什么的。嗯，不行，我觉得我们随便摆都很好吃啊，哪需要这个啊？我们在家哎，我们差不多要结账啦。我来买了两颗洛梨，回家煮喽。哦，大概看一下我们整车，差不多
跟我们在全联买的分量是一样的，只是不晓得价格会多少钱。肯定是翻倍再翻倍。然后我们在全联买的话，平均大概是900左右。我已经眼神死了，等下看到账单应该会吓死。其实我现在有点担心。怎么可以笑？现在才在担心。那刚刚已经讲好了，给你们看价格嘛。好好好。那我体验一下当贵妇嘛，不然我住在新义区干嘛？好好好，走走走。这个有货。对。是这个眼神死，我吓到了哎！刚刚为什么没有阻止我？怎么会现在才为了要阻止你？想说大概买个两三千差不多，怎么跑到4000多块去了？大家看一下我们花了多少钱啊？4138，这什么数字啊？我们才买这样而已，这是平常我们去全联的大概是五倍。你贵妇，我现在唯一能够补偿我自己的就是把他们变得很好吃。好像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走，回去煮。最好不要只煮一顿。我们回去煮。好 ，Go。